想咁快好好好彷徨，我要 rap 科，但系冇乜想 rap 嘅科咁样。好兴奋，好期待呢个新学完呢个嘅新环境。我就睇你有几中意上堂。都有啲期待嘅，因为暑假冇乜嘢做咁样，开学就可以翻下学啊，见下 friend 咁样啦。都好挂住以前中学嗰啲生活。即系放咗咁耐假，都有啲期待嘅。期待啊！唔想早起身。好啊，暑假系咁翻工啊，翻学咪休息下咯。最好唔好咁快。O K 嘅，冇乜问题啊，除咗要逼地铁之外。即系见到真系好开心咁啊！开心见到老师啊嘛。耶、yeah! ！你做功课未啊？未啊，噶未做功课咯，去完旅行先，最尾嗰两日先做。我觉得好开心，读紧小一。挺好的呀、啊，感觉挺开心的。有啲紧张，因为系升中六，要准备 DSE。唔使 take attendance 嗰啲堂。自己就不太擅长呢个中文同英文啦。数学啊，我觉得个阿 Sir 吹水好无聊咯。唔计 attendance 嗰啲咪走咯。每一科都想走，每一科都想走。朝头早咯，九点嗰啲咯。中日学，因为记啲历史真系好鬼闷嘅，即系嗰啲咧，啲死人嘢我又唔识，系咪先关我咩事？你唔讲得，你填唔讲得嘛？计 attendance， 但系照 PowerPoint 读嗰啲科。Basic。我中文，因为比较长咯，英文咯都系好烦。综合人文啦，比较多嘢读咯，多嘢记咯。skip 得就 skip 啦，其中一科 elective 啦，就唔系几好讲啦，嗰科就。我系打篮球，因为好难打。